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我们六个死党，一个告诉一个，全部到齐，跑到汉影云跟凉亭，偷看着一个阿兵哥，带着一个村外的女孩，来到这里。可能他们才刚认识吧。我们各自找了最好的位置，等候了很久，他们也只是牵牵手，聊聊天，只是他们停留了好久好久。我们都很失望，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就散场了。汉云跟凉亭在对面古冈湖右边的半山腰上，是风景区，位置有一点点的隐秘性。夏天中午，我们一群小孩子会来这里下棋午睡，机会来了，我们会让出空间，偷看情侣们卿卿我我。中华民国65年9月16日星期日晴天。